好，可以，下一组来，行不行啊？你都没，重点是我不知道演啥呀，我怎么会认识警察呢？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即兴表演，就这个太过仓促。我不知道演啥。我们跪着。对。这是啥意思啊？他们演那个跪着的戏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，这不杀他吗？杀我吗？现在变成。可以，小开，好，小开。怎么变成杀我了？刚才确实是这边胜出的，人家配合的比这一组好。嗯嗯，这边的画面呢、啊，人呢、啊，他眼神到位，这边还是乱，大家都是那么多时间，你们在争取郑姐这边是这样子的。大嫂说这几天风声紧，出去避一段时间再回来，然后小弟就说，哎，怎么地，这一组先来吧。因为刚才你们压后就占了一点优势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那我就来。你大哥死了，你很喜欢大嫂，你想要照顾他，大嫂拒绝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在给他讲戏是吗？对，他们想让我去。你很爱这个女人，你无论在干嘛，你就看。来，你就爱演吧。OK， 没问题，相信你，这么简单，相信你。对，来，好。好，哎，不错呀，这个。不，你真犟啊！你真犟、啊。我卡到你没有？你脖子有没有被我整出来？没事，不会。第二段，你要那个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演啥，我不能让上来给他丢分，你知道吗？哪来啊？争取分数啊！你们已经来了，我可以吗？都可以，谁都可以来。确实不行啊，那演干嘛？我们俩真的没有必要这样，何必呢？不行，他出戏了。没有必要这样，我可以夺过枪把你崩了，对吗？好看。为什么你中间静姐给你一个台词大佬的女人，你就按你不一直讲对白，让融化她，你就站着，你只会一脚抱着女人不放。很明显啊，你们要演技比 PK 了。好，来，您完成了。叶老师，来，你快点，你来哪一组？你觉得呢？买君乐宝奶粉，上天猫君乐宝旗舰店，品质无限超越，新客零元试喝。经过 PK 之后，我选这一组。Yes。OK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我队友非常棒。嗯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很熟，也不一定需要很熟，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就建立了共同目标这样子的一个精神。你太猛了。有一点点难过吧。就可能这个机会就一次。我演那个小弟，他很想得到这个机会，他很想得到大姐给他的机会。那我呢，又同时很想得到这个无间道的机会，所以我这个抱到静姐的这个东西是有点这个冲动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小弟是一定是有这个东西在的，魔怔了，我觉得这个跟那个角色贴合的。但你输了，那既然你接受了这个挑战，那就不要去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并没有问我说同不同意 PK 的事，我没有同意啊，并没有问我。
他们俩选择问了他同不同意，他同意了。谁同意的 PK？ 吉星辰。我气炸了，当时我觉得拍戏首先就是个团队行为，这个团队所有的心要在一块儿，所有人的梦想都是团队的梦想，所以说纪凌尘的这个事儿我当事儿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到你们的。走吧，你有病是吧？队长，我们需要开会。啊，我是。队长，我们需要开会，团队状态不对，好吧？还有一点，你当队长要有凝聚力，你要有决策力。很多东西说争取就争取，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，你是不可以犹豫的。你是不可以犹豫的。纪凌尘，你为什么会同意 PK 这事儿呢？啊？这事儿已经定了，你为什么同意这事儿呢？谁同意了呀？我们同意了吗？没，不是，不用怎么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是已定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还要再往下？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不要再反反复复，要不是 批什么 PK 呀、啊？我可以帮你直接说通的，但是不是我问了，我谁让 PK 的？不是，哎呀，人家不知道谁让 PK 的。不是我刚才可以跟他对峙，你们这样说就没意思啊，因为他要、哎、他要没事 PK 这个很正常呀、啊、很公平啊，没事我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呢？我跟你讲不公平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最后那个男孩他根本不愿意去，他都已经放弃了，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这已经是你的了，哎呀我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好这个机会聊一下好不好？凌晨，我们刚好我们这个团队聊一下，因为今天这个事情、啊、可以聊，我觉得可是我们都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不是、哎、都想让你上心，说实话。No， 我们不聊这件事情好吗？纪凌晨回来，我们现在这件事情过去了。哎、我们现在我们团队还有好几天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过来，无间道也好，什么都好，过去了。白剑道也好，什么好过去了，上下一个组，也许比这个还出彩，还好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我们要齐心协力，弟弟。你不能晃神儿，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，我可以不知道，姐，我什么没听到，但是我看四个人上去了，我就上去，总归不会让我命。这事是这样的，首先不管怎么样，最后他给的结果是我们一定要演配角，对不对？这个最重要的戏肯定是给凌晨演，肯定让他来演。就是我们现在第一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支持他这个人，把这事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来聊你演谁。这事你演，你就演端盘子那人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也不没看过这戏。就重点是你要让他拿下来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最生气的点是，老师已经说这事儿 ，OK， 那就选你们喽。他们不想古装吗？他也不爱来了什么的，已经定了，不要有 PK， 演的不好怎么了？不容易好怎么了？我们来我需要机会。我没觉得我们演的不好。不是说事他给评分低，怎么了？我不能因为评分低而失去这机会，我要先拿到这个机会。我才有提升的机会，对，我都要握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应该上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把这事摁下来，就跟签合同一样的，不要给他犹豫时候。他们人的队形是站成散的，人心都不在一起，我们站一块儿，他没选，为什么？就没把这摁死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要我做，我做生意就给他干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是有道理。不要有 PK， 哎呀，我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说，哥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这是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好好说，我不是跟你，我其实是